还没坏，这可能一直保持下去。蓄电完成。 这样一直打都没多少蓝，他这样子放技能没多少蓝了，马上。 那我转一波线。 小转一波线。 攻速，还是要攻速会舒服一点，攻速 Q 的快。 泽利六级前不能出事，泽利是个六级前很弱的英雄，六级前只要不出事，后面就好打很多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你做过去这个眼，我这个眼做的有点着急。
翻过去，我操，我烂了，我真烂了，我这没翻过去，有点抽象啊。我真没想到我没翻过去。坏了，这下没打到，快跑，快跑的，有眼是吧？主要看到左一交技能了，我感觉可以杀，所以我是往前闪的，向前闪行。没想到左一技能反而是大眼睛吃的兵，就显得我这个闪现有点抽象了。我的想法真是左一的伤害加上我的伤害把这蓝枪瞬秒，然后再回头处理这个大眼睛。哎，想法差了嘛，有点可惜吧，只能说有点小可惜。对啊，六级之后就变了个人一样。德利这英雄很六级很关键。哥们，你们这几个技能丢的都挺歪的。对，就兄弟们技能好像丢的都不是很理想。猫咪技能丢的倒挺理想的。新年快乐啊，兄弟们！大家都新年快乐。哎，不行。不过这不就是人生吗？有个 bug 是。踢了 ，no， 把线清了，能杀吧？这个应该，我的妈呀！你好，你是 A Z 啊？你是 A 左一 A 一，左一跟 E Z 有，不有蛮多 A Z 的，好像，平 A 流左一好像 也蛮肿，哈哈。哎，那不能推了呀，好像。所以大眼睛到底有啥用呢？大眼睛，对，我不禁思考，不是大眼睛辅助有什么用呢？感觉是被提款的呀。对，他上把也在我对面嘛，上把也是被提款，这把也被提款，感觉大眼睛辅助好像没用啊。
就这两把打下来的观感让我觉得这玩意辅助确实没什么用了，感觉还不如泽拉斯，泽拉斯至少还有那个控制和消耗也比较重。对，拉克斯感觉也比这玩意好玩。哎呀，真的就是叫闪现了，我都没想到。这闪现我就是没想到，我都其实都不想追的。我感觉我马上要游龙了，哎，其实我要真直接出智慧默认也行。对他们其实三个 AP， 我直接三个半 AP， EZ 也有 AP， 我出智慧默认收益也很高。没闪的这边，没闪没 E， 我掉技法就死了。还有猫咪的会给技能加让我加速。哎，我感觉这大眼镜好像排我对面我就稳了呀，这游戏。怎么说呢？好像还真是啊。我操，好重的，这玩意好重啊！那红温兰博，他放个 Q， 然后搁着平 A， 我他妈好像。